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，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我们两个能遇到两次，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就是猫捉耗子的缘分。这位大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这里跑过？你才大姐，不过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梅小姐，梅小姐，麻烦您一下，这个糕点怎么卖？5文钱一块。5文钱。小伙子，我收钱，不收葫芦。收你啊，白漂亮。果然是你！你这小人，竟然用定身符来羞辱我。这个糕点呢，味道确实不错。不过呢，我还真有点饿了，还想再陪你玩一会儿呢，但时间不允许了。我已经打扮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走犯行商呢，一双眼，识尽天下，最是精明不过。而你呢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这戏如何做得真呢？你扮成一个妇人，但你的发色却漆黑莹润，你这双手也不像是劳作过的，太假了。竟然毁在生得太美。那我就当你在夸我喽。这最重要的是，在花影山林中啊，你骗过我一次，就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。唐天师，您看，您对我有成见吗？我方才明明是在行侠仗义，真的。我从那个地痞流氓的手中把那个老奶奶解救出来了，我做好事要被抓吗？再说了，你说这三界四海当中，我们两个能遇到两次，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你说对不对？非常对，说的没错。哎，不过呢，就是猫捉耗子的缘分。死捉妖师！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你最好不要白费力气。对，我是没本事，你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你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你们捉妖师就这么点本事吗？讲不讲道理啊？道理，道理是和人讲的。别把我关在里面啊！不是你这人真是的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，唐天师。我不过就是一朵可爱的小莲花，无辜又无害的。您说您拿这个法器对付我多浪费啊，我还占地儿。万一您以后遇到恶妖的话，您都没地儿收他了，对吧？方便，我方便得很。等我把你炼成丹药之后，其他的妖自然能住进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很有经验的，会让你死得很安详。别人就算了，他和我结过梁子，不会真的弄死我吧？方才一路只顾逃跑，没留下记号，余墨指望不上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现在终于知道人善被人欺，老鼠遇到猫是什么感觉了。这种身陷囹圄、举目无依的戏本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写了，可是就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了。